快把门锁上去，别让坏人进来。我想起来，我说30，你说60。How much? How much? 30. 30. Yeah. 10, maybe 10. No. If I'm 30. 10. Come on, brother. 30是六十。13，我跟他说10行不行？哎、你以为我忘高了话是不是？你当我傻呀？笑死我了！来，兰姐，卡。给我了呢？怎么？这钱去哪了？就又给我了。然后我取了8万，刚才给了他11000，现在还剩69000。你管得好。我数数多少钱现在。你管两天，我管两天，然后还两天。5万。兰姐还两天。陆姐。哎。在哪儿呢？房间。进来了啊。来。给。啥？115500，加上一张银行卡。给你兰姐。兰姐让我管，我不敢管，我就给你了，准备。给，揣着吧。包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谁包啊？我的包。你包你拿着去。把钱给我收好了啊。哎呦，你们不能什么都指望我。哎，大姐，你这个还是得你拿着呀。陆姐，为什么呀？你明天早上不取车吗？你不得给人钱吗？给什么钱？我刷卡就行了。那卡也在我这儿啊。那明天早上叫你起床。115500块钱的现金，加上一张卡和3张收据，都在里边哈。我明天取完车回来会把包给你的啊。我明天取完钱把东西给你。你大包呢？你千万别忘了，我现在就给你塞进去。不用，我明天不背那个包，你别乱放。那你千万别忘了啊！我给你找一个醒目的地儿。你去哪？你去哪？这是你枕头吗？你问我明天早上忘了，你拿来给我。我明天取完车了，然后我再把别忘了啊，把包给你啊。你别给我啊，乖啊，听话。我是小熊猫。小熊猫，你得学的那啥，你可以的，你没问题，你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带气儿的水。咱买的是带气儿的水。真的。全是带气儿的。这能煮吗？煮不了。完了，咱俩买的全是带气儿的水。啊，没买矿泉水是吗？那带气儿的能煮吗？也可以煮，煮完就没气儿了。哦，那就没事。啊，我特意问了，他告诉我那个不是 sparkling water 啊。啊，我对不起大家。那咋办？没事煮呗。Oh my god， 我太蠢了。没有，我也蠢。我还特意找人问了。那个钱呀，我想这样跟你商量一下，明天我去取车，我先把钱带上，回来之后呢，我觉得还是先放你那儿。但是每天谁导游就是拿他们预算报的那个钱，你就点他们那个固定的钱，给到他们就行了。因为我觉得放那个谁那儿，我还是可能男孩儿。我本来想说他两天，我两天。你可以转两天，你可以转给别人，转给滴滴或者是什么。行，滴滴不行。滴滴打不行，技术不行，技术不行，技术就我跟得我记。嗯，找到你的就咱俩行。是呢，对，你敢把钱给辛芷蕾啊？我不敢给，我怕他花没了。不是花没了，是全大家都没得花了。我觉得，只要不放我这儿，放谁那都保险。那还是我来吧，姐。就剩咱俩了。能者多劳。哎，明天好像有雨。对，明天下午1点有雨。不好，而且黄金圈比市里边要冷。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明天很冷啊。明天？明天对，因为明天咱看喷泉嘛。嗯。你看，我得带个这种冲锋衣这种。我们会用得上吗？有那么冷吗？啊？把这鞋掉。我觉得用不上。我们明天潜水完是不是能用上 ？That's right.这是事儿啊！干嘛？干嘛？好看吗？
你戴好看。我想戴你那个小熊猫，看我的雷锋帽。我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呢、我本来要选跟你的一模一样的，没有选。那你不选，这个高级。我能戴一下试试吗，兰姐？那你要给我钱，那你要给我钱，还要钱，就这么现实。Very 舒服啊，兰姐。开玩笑呢，咱也是时尚人士。Very 舒服呀。啊，这个好呀，这个显脸小。哎，这个显脸小，你看，挺好看的。嘿嘿嘿，我明天去瀑布那儿戴个防风。累不累呀、姐？戴个防风眼镜。怎么还会累呢？看个瀑布。那一眨眼下来，这不一圈吗？那我可得护住我的脸。这真不错，有一种很暖和的感觉。那给你呗，我明天戴这个。我有好几个帽子。那咱换着戴呗。行，我还戴了个绿帽子。你戴个小绿帽，你自己戴着吧。这谁帽子？这你帽子，我帽子？我帽子。这个呢？我帽子。我看这像我的。你看啥不像你的呀？明天七点取车去。明天七点取车。对。七点取车。对。六点起。对。之前是八点。我洗澡吗？你已经知道了。对。你啥时候？因为我在这里待了那么久，我在健身嘛。哦。这就是一个男人应该担当起的责任。咱俩刚才用鳄鱼攻击。没事儿。我扛。啊。我就怕小红。有我扛着。